吃饭啊！你吓我一跳！你坐啥班啊？就在这儿！什么想干啊？看到一只狗死在这里了，好可怜！吓死我了！你不是死了吗？可能是狗困了。玉米给我打过。嗨，你好。好了，记得收费。啊？想他妈活了，连孩子都看不住，傻狗。我今年旺不旺？这什么玩意儿？哎呦我的妈！睡觉啊？怎么回事？什么想干啊？起床！真把自己当公主少爷了啊！我起来去放牛。哎呦！嘿！哎，睡你！脑子打不干了，睡不着，想想行不行？准备出发。小狗不会因为你堵住它的左鼻孔还是右鼻孔而记恨你。小狗只知道，如果你把它弄醒了，它就起来陪你。